美白霜抹上小腿手臂，用水冲洗后立刻变白，使用前后色差超明显，让不少消费者看了好心动，就是很想买的感觉，效果太夸张了。这款产品叫做一洗白，取名字一洗就白的效果，店家宣称是用深海泥净化皮肤，网上销售从40到100块钱人民币都有，约台币180到450元不等。记者也买了这款产品实测看看，美白效果确实很显著，是有一种粘稠的而且香味非常浓的这种气味，像是在手上刷了一层油的感觉。比起真的美白，一洗白更像是冲不干净凝结了一层白霜在手臂上。看着它的那个说明书上的成分，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美白的，但是呢，它里头加了一个东西叫 EDTA， 它是一个络合物，我们就怀疑它这里头美白的作用是靠重金属，也就是说用一个东西把重金属络合起来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白色的东西涂到皮肤上，可以起到遮盖的作用。专家表示，产品里不只包含重金属，甚至还有致癌物，要大家千万不要再用。里面有那个己内酰胺尿这样的东西呢，它是个抗生素，抗生素在人体代谢或者接触皮肤之后呢，它可以释放出甲醛，这个甲醛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致癌物。皮肤科医师也出面说明，人体肤色大多是天生，不少化妆品宣称有美白效果，也是借由去角质让皮肤变得更加透亮，并不能真的让皮肤变白。记者唐玉泉报道。